上课啦，我们的校训：男人无耻卑劣贱格，很好；女人英明果决干练，很好。那么呢，老师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这个哈佛，没教得住啦，实在是因为前一阵子呢，老师太忙了。但是没有关系，老师还是回到这个教室里面教各位同学，任何歧视我们女性的文字，老师都要一一的把它改正过来。包括今天的这个注，哪位同学会念会解释？我很好，娘，那一娘，娘。娘就是一个女加上一个香，所以娘也可以解释成娘。所以啊，像是跳舞的女人就叫做舞娘，那跳脱衣舞的女人就是脱衣舞娘。耶呼！耶呼什么？你在耶呼什么？你光是这个耶呼就是很歧视我们女性。呼，光是耶呼手伸出来，我以为你忘记了。不会忘记。因为很多的网友他们上网都非常的喜欢看到老师在纠正这些错误的这些同学，因为现在教育部不准体罚，所以全国的这些国中小甚至到高中大学的教授老师都非常喜欢看这一段，因为让他们觉得好怀念的一个动作。打学生，来，你也打一下，这样才能够左右平均。你讲话，对，为什么上课你不专心不讲话，知道吗？好，那么呢，我们呢，这个注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这样的写法。哪位同学会念会解释？我好，难酿，难酿不对。还有哪位同学？老师我会。好，你行。其实呢，这个字。这位同学，你讲的是有一点接近，他有接近话文的那种感觉，叫你叫。好，再来一次，我们要调整我们像在法国巴黎那种浪漫的那种心情，所以发音出来就会有那种你叫。很好，那么有哪位同学会用你叫来造句练习呢？哎呦哦，你看班上同学几乎都举手，就你们两位没有举，好，手放下，那就没有举的同学来造句练习好了。很快，老师今天在这边等你们等很久。好，来，阿 Ken。 我先我昨天看到一个广告，年年香不一样，请接触不效果香，我吃马桶卡就把心香。通常老师会打一下哈，那因为我前面已经打了，那就算了，好不好？谢谢老师。好，那纳豆同学，我也有。好，同学，你像真的头发让他脏你了。这个就不行了，每次动不动就是班上只要有新的女同学转学进来，你都要这样子，来，手伸出来，可以换手吗？可以。那你要不要反过来，我打手背？那么呢，老师还是来造句示范一下，像这个蔡依林小姐的新专辑叫做《舞那叫》，很好听，大家如果要买，一定要买正版。而且蔡依林小姐是老师哦见过最优秀最认真的这个艺人，也是呢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么呢，政治人物最怕的就是弊案被爆料出来，但是如果像我这样清廉就不用怕。可是对很多政治人物来说呢，其实啊，这个金钱的诱惑就像是男人看到脱衣舞那样一样，很多人会受不了，最后因为一时的冲动做错了事。但是像秀莲哦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管他是金钱还是猛男的这种脱衣舞那样都吸引不了我，所以国家的元首要选就要像我这样，国家才会有希望。老师这个造句练习太棒了。好，我们再来呢复习一下今天呢这一个字，那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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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今天课就上到这边，同学你们就以那样的舞姿舞出去好了。预备，走。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任何充满大杀戒主义、歧视我女性的文字，秀莲我都要一一的把它改正过来，因为这都是我的责任。